哎呀，一加六加五乘以三七21，再减去七八56。相公，大半夜的，你装什么七个小矮人呢？闹心了。哎呀，你看你小心点的样，跟脸型也不符啊。闹心啥都无所谓，我跟你说，现在谁要是把我这闹心劲儿给我治好了，我当时我就给他甩100两。真的呀？你们早说，拿来吧。愁啊！嗯，这100两在哪儿呢？嗯，这是我第一个闹心事儿。嗯，你还有第二个闹心事儿？第二个闹心事儿，你知道上个月吗？在王员外那儿借了100两黄金。明天就是还款的日期了。哎呀，没有钱了。就这事儿啊，相公。你帮我还。钱我没有，但是相公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看着啊，王员外，明天我相公没钱还你。你瞅瞅，你搁哪？你说干啥？你这么大声，十里八村都听着了。你干啥呀？你做啥呀？都听着了吗？都听着了。肯定听着了吗？王员外也听着了。我跟你讲，别人我不管，只要王员外听着就行。那肯定听着了。你瞅瞅他家都亮灯了，那能不听着吗？相公，那就没事了。咋的？现在闹心的是王员外了。这样。啊，对啊。徐夏林，徐夏林。